是安怎会命运予阮这款无情的少年？是安怎的歌声唱着这凄美？不愿讲家己可怜，只有打拼去改变。希望袂记你过去，未来真美丽。是安怎缘分，予阮这款无分的爱情？是安怎的目屎，流落流袂停？是阮在感情，只是感情无地找，心内流浪的感觉，何时才会清？阮是辗转的红莲，不知风雨这呢多，真心爱你，望你了解阮的歹。是辗转的红莲，青春只有这一回，不怕艰苦，人生的路有你，我袂后悔。只要我奶奶我回来，一定要继续回来给您做工作。你说什么话？你一定会平安都回来吧？对了对了，那阿伯说罚一杯。对了对了，罚一杯。请老婆，请老婆，一杯就没了。我敬你。多谢西叔小姐，我想您。小主啊，啊，袂啉都唔通啉阿雄，你看去砸掉哦。阿妈坐坐。阿雄菜啊！好我现在弄不掉了，不然我走出去了。其实照我看哦，日本差不多要战败啊。我看这场战争哦，搁拖无外久啊，不一定阿强一去战场，马上就能回来啊。拄好借这机会哦，去国外看看，嘛袂歹啊。俗语人咧讲哦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反正这是一个福气啊。好，你何必去？卖戆戆啊！咱两年前我就听人讲过啊，到看什么人转啊？阿青啊，歹势啦！啊我吼阿婆啊吼较爱讲话，你当作我无讲，啊我甲你杯做一杯来。小妹，你要喝阿婆这罐？对啦对啦，这罐这罐，努力，爱喝爱喝啦。我搞你死搞囡仔嘞，喝这罐。那，阿聪啊，厝内若有需要，阮斗相共的，做你讲，唔好客气哈。阮拢把你当作是一家伙啊，共款。对啦，阿聪，有啥物事啊？做你讲不要紧哈。头家头家娘，恁对我敢若亲生囝共款。阿聪，我唔敢放袂记，但是等佫倒转来吼。到时一定才好好报答。那是。阿聪啊，阿弟阿弟是咧创啥？起起。头家，头家娘，即阵去做兵吼，内母伊也袂当转来吼。你两个一定要好好保重嘞！另外，秀珠小姐，你也好好照顾家己啊！
秀珠，你想怎？来，阿母看一下。有什么好看的嘛？你跟那个阿昌是不是？你在讲啥啦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这种场面我本头就没关系，根本就无想要去。真正是安尼？拢是你啦，硬把我扭去，害人哭出。我总是感觉吼，一看你的眼神，就感觉亲像……非得我有注意到啦。阿母，你莫胡乱想啦，无这款代志。无是上好啦，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家己爱较注意，莫胡讲闲话。根本就无影的代志，你也搁讲，我都无想要听。我跟你讲，阿母，好啦好啦，算我家己目睭看花去，安尼好不好？本来就是啊。你还忝未？唉，我咧想，可能是因为阿昌去做兵，啊，最近乌头哦，飞机阁愈来愈少，啊，空袭阁一直拢袂停，一定是这代志哦，得甲我心肝袂停。我看吼。是你家己伤忝啊！你搁伫外口走，你搁倒来甲幸福斗做工课。我看，规日甲政风停起来，等战争过了后再搁做。再搁看卖，若不是因为囡仔，我也无啥物好挂念，是应该休息一阵。讲着囡仔。你莫莫干那想着你迄个宝贝仔囝，咱兜迄个二十一岁大姑娘啊，嘛都要安排一个啊。早两年嫌伊伤囡仔时，惊家人会吃苦。捌一个呢，嘛二十一岁。你这做阿爸的吼，嘛都要甲做主一个。我嘛一直想要风风光光甲嫁出去啊！啊，你看这战争害死人，连恁媒人婆也唔敢找来。哎，即摆咱是袂再搁再管迄款战争也唔战争的问题哦。迄若直直拍落去，秀珠若变老高婆，都搁较歹找哦。好啦好啦，今天哦，我出去看卖下啊，找人去探听哦。哎，啊袂使拖伤久呢，你知影无？查囡仔吼，那大汉伫厝留伤久，会变作顽童人。无你讲遐严重啦，我感觉吼，咱家这位小姐是世间第二好的查囡仔。嗯，啊，你是实在多少查囡仔，比咱小主乖乖卡的。就是你啊，无你想感觉别人，嗯？明白啦。秀珠，我来杀就好啦，免啦，我紧，差不多啊。秀珠啊，真实的啦，我袂当阁甲你加落去啊。我知影你心内怨叹啦，啊，不过要怪吼，要怪这害死人的战争啦，无让人活落去啦。你免遐伤心啦，阮今仔是搬去沙尘暴一阵仔尔啦，啊，不是调去做兵，无命转来。
吼，啊，咱等这证件也刷吼，咱阁会使。啊，财政嘛，啊，财政知影你重感情啦，乖啦，卖哭啦吼，乖。啊，财政嘛，我心内艰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人好好都爱互拆分开？为什么？啊，财政嘛。谢主，阿聪，阿聪。你是伫倒位，阿聪？我开阿枪啦！我开卡阿枪啦！老三，你还阁细汉，袂去骑卡拉车，危险啦！喂喂，啊，好，阿爸来扶吼，坐好。那我静静静。等下阿爸要买你啦，哈，来，开卡拉车，先生，今日来啦，有好消息要来讲。阿爸，小主，你该讲啊。小主，阿爸今日哦，拄仔去拄到一个朋友，讲起你的代志，真拄好，伊拄仔一个弟仔哦，今年二四的，嘛还袂娶呢。嘛不是还袂娶啦，恁阿爸是讲，原来定亲的小姐过生气啊，啊娶人的新主牌啊，其实也阁是独身啊。我今麦无想要讲这件代志。是安怎？恁阿爸足无简单啊，拄到一个呢。莲花，小主，阿爸认为对方人袂歹，是咧公立学校教书的，而且哦人嘛真斯文，年纪阁甲你差不多。而且吼，伊个薪水配置阁比一般人较悬。我个朋友哦，真有路用得啦，讲伊人品真好。所以阿爸才想讲哦，找一间吼，恁两个互相见面，大家熟悉一下。嘿，啊，这查某囝哪安尼哈？袂要紧啦，查某囝仔人可能较惊歹势啦。无成咧，我来找伊讲看卖啦。啊！你赶快叫婉来讲的，安排倒一天，看要请迄个查甫囝来咱家无？好啊，好啊。你较细滴啊，哈。阿爸，你刚开来遮，带我去佚佗。哇，小蛋姐好啊，哈。阿爸，奶奶你搞阿金姐。好啊，好啊，阿爸来金姐哦。嗯。啊，乖乖乖啊。阿吉宇啊，哈，你有看秀珠无哈？有啊，啊都转来吼，拉行拉草，啊我着做内面入去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啦。奇怪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秀珠，秀珠，你开门啊！秀珠，华母入来啦，你是安怎？秀珠啊，你在哭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啦？母，母不爱相亲啦。我甲恁阿爸嘛是一番的好意啊。
我知影，也不过我就是袂相亲。阿母，你莫逼我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你袂紧，我甲恁阿爸咱都替你着急。无安尼啦，等这场战争结束，一切拢安定落来，再佫讲，好不好？你最近的面色无啥外好，若有啥物心事，都爱讲出来，阿母会替你解决，哈？无啦，我哪有啥物心事嘞？只是想到阿多逐天来轰炸，阿爸的豆油工开停啊，阿菜即卖菜粉店嘛乖啊，我就感觉一切敢若拢都无希望。袂用安尼讲的啦，你还阁少年啊，少年都有希望，知无？讲，你想要作文的考试连写都无写，就甲交出去？你伫学校是拢咧创啥啊？我袂晓写。你袂晓写？啊，我互你读册读遐尼侪年，你连一篇作文都袂晓写？你是陪你唱的哦？谁人袂晓写？谁人袂晓写？讲啊，讲啊！老师，恁咧写创啥哈？过来拍囡仔。你问伊啊，互你读册读遐尼久哦？连一篇作文都袂晓写，这哪有可能啊？凊彩逐年拢摕第一名，作文阁得几奖呢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阿娘讲。先生，我写我阿母，因为讲我即久无看到阿母，嘛毋知要写啥，所以。你咧思念恁阿母是毋？嘛无，我根本袂记伊的形啊！我真正毋知要哪写这篇作文的。哪安尼？你会当写阿娘母啊？你写阿娘，阿毋是阿母啊？你哪会这么戆哈？啊，阿娘甲阿母有啥无共款？无共款啊！阿母是生我的人，伊写阿娘啦。阿爸，什么代志？我什么代志讲啊？今仔日是进店生日，你带我去看伊好不好？母亲，你就带进财去给金玲烧一香啦。可会陪孙在地下室？卡西捌甲我吐过，我唔肯予伊。金仔。家我唔才袂放心，我食好住好，有啥物通袂放心的？五岁，我甲晶晶饲到五岁就好啊。
高会都高好你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。足可怜的，你会怨恨我？够行，起码没变个。小叔，紧找你老母啊，告你小弟哦，去红果屋边进步，紧紧紧紧。小红果，啊你边个在要创啊？我在那边进步啊。你现在做危险的，到时早都来牵来变安怎啦？不会啦，不会遐衰啦。袂用的啦，紧出来啦，危险啦，紧来紧。刚甲恁牵早倒，啊，咱石头拢无材料做。我看恁暂时回去故乡陪恁的亲人，等战争若煞，我老需要恁，我会请恁回来斗相共。多谢恁这几年的帮忙。
多谢。有闲，就爱定当来佚佗啊。头家，头家，头家娘，恁家己卖加保重啊！恁定爱保重啊！来。保重啊！大家大家娘，我来去啊！保重，多谢您。您来保重呢？保重，你来保重啊！司机阿哥好，您快请阮回来哦！您来保重啊！李队，莫搞。政府因对咱安怎呢？都好亲像咱亲人共款，我嘛总唔甘恁走的。若毋是局势变甲安尼，我真是总唔甘恁走。我知。林慧，你免烦恼啦，咱吃乌手面。袂安尼就倒落去，总有一天，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石头，我相信你一定会。配一汤匙，慢慢吃。啊，你来买吃。你知影即马外口偌欠物件无？咱所有食的用的，拢是恁阿爸想办法才有的呢。电话啊，莫阁讲啦。小朱，紧食饭。无安尼啊，莲花，你较一汤匙肉臊互小主，较开胃啦，吼。是倒个无爽快性，是毋是关着？我无啦。小主啊，电话啊，都三我顾的，你去看伊有安怎无？哈。嗯。几个月啊？家己都顾袂起啊，干脆放伊煞。阿母，不是我要安无相，是根本就找无人。找无人？你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伊
经调去做兵，一寡消息都拢无。伤寒，怎会体来对囡仔唔好？你先回去房间休困，莫让阿哥爷知影这件代志啊！我来找恁阿爸参详，看会安怎才好。阿昌去做兵外久啊？有四个月无？已经五个外月啊。卖你吃肉酥，来配菜。我爱配，好。妹妹啊，咱大山哦，胃口足好诶，袂紧食就是福气，福气。妹妹，啊秀珠咧，伊是人无爽快哦。我感觉这囡仔怪怪。讲莲花啊，你嘛莫定个念，迄真甲囡仔负担呢。负担？迄负担毋是我造成的，是伊家己做得来啦。你是安怎样？来气到安尼啦？唔知见识，肚内底有阿昌的囡仔，算起来已经有五六个月啊。阿昌。即摆也可能啦，我感觉袂出因。莲花啊，你敢会讲唔对？我看袂出秀珠大腹肚啊。迄若毋是大领衫扎条的，腹肚汤已经走出来啦。拢怪我，怪我无教好，无尽到做老母的责任。莲花，你莫责备你家己啦。人咧讲严寡妇嘛出交差啦，是讲即摆已经五六个月啊，要退嘛无法度。啊，若无去林尾啊跳两跳啊，中午转来，看秀珠都翘翘，啊，是啊，拢做这戆代志，早也讲唔着。是讲即摆讲遮拢无效啦。即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囡仔生落来。严国为着要顾着秀珠的面子，只会当偷偷生尔。啊，若这个囡仔，
就讲是你的啊。安尼敢会用的？厝边隔壁看现现啊。袂啦，你以后甲小珠莫出门，都无人知影啊。是讲嘛袂用的。无安尼啊，你三不五时啊，去大巴肚啊去附近行行。啊，若小珠是绝对袂用看到。啊，等到要生的时阵哦，我再来拔针头叫三伯来，都无人知影啊。阿舅伊啊嘞，伊是瞒袂过的啦。阿舅伊啊是咱家己的人，啥物该讲，啥物不该讲，伊比谁较清楚，我会甲交代啦。好佳哉哦，即马大家哦，顾家己都袂活，应该无咧心情去插别人的代志。拄啊好，你心情乱，佮发生起个代志，害你操烦。林花，你即马是要生第二个囡仔老母呢？唔通安尼，逐工目头夹夹，唔通欢喜用看，知无？你做你放心啦，等一定有办法哦，让秀珠把这个囡仔平安生落来。啊，这段日子哦，我才来阿昌因家探听伊的消息。假使这个囡仔若有情有义哦，等正经了后来回来，等应该把因杀组队，顺便把这个囡仔带过去。啊，那是阿昌袂回来嘞。我原本是唔去，也唔过阿昌讲，讲伊要去做兵，无一定会回来。你甲听看卖，这讲的是啥物话？既然知影无一定会当倒回来，我甲你安尼，这个人哦，真正自私，卖讲啥物情啊义啦。伊嘛是想讲阿爸阿母。看我老公婆会将我嫁出去，因为三五年袂用回来，是讲哦，伊若回来，就会找无人，所以就害咱二姐操烦，心肝阁真好。现在有一天嘛，好啊啦，即摆莫讲这废话啦。我问你。这个囡仔，你怕什么样呐？我不知呀。你不知呀？这几个月哪闭嘴的，什么都唔讲。你是存心要拖我进来是无？我原本唔敢甲阿母讲，想知影某一个你，不得就变遐尼大。烦恼来烦恼去，结果嘛是惹出代志啊吼！我看吼，这两年命中注定的啦。我跟恁阿爸参详过啊，代志到这来吼，只好把囡仔生下来。啊，不过偷生囡仔的未婚查甫，是社会袂当容忍的。恁阿爸的意思是讲，嫁做是我生的，后摆你才好做人啦。你有意见吗？我平阿母你做主，将来吼阿昌若是回来，都恁两个结局。烦恼若是艰苦，莫怨叹我啦，人是你家己拣的。啊，若是阿昌无回来，过两年啊，给你找一个无气嫌的人嫁，嘛是一个归宿。有名做先生娘的，是你家己给糟蹋掉的啦。还佫有哦，为今日开始，你袂用行出门一步，才袂让看出来。其他恁阿爸来发怒啦。连我都对恁阿爸感觉见笑。这件代志吼，若传出去，你的面子是要为倒白啦，秀珠啊！
你这个阿爸虽然不是亲生，啊，不过比亲生的搁较好呢。人咧讲二十四号，我看你吼，四十八号都我都报答你啦。秀珠知影，秀珠对阿母嘛是同款。好啊啦，年七七的，莫搁哭啊啦。有心的人吼，食哭目睭会歹啦。尤其是做月来的时阵，千万袂使哭哈。目睭若哭害去，啥嘛无在条背，是你家己咧受苦，知无？搁笑会出来啦，艰苦还搁伫后壁咧。你还会记得哦，将来是安怎也还不知影，好命还是歹命吼，拢是你家己立的。死过，你都要灵魂，都要较坚强的，知无？借问一下吼，苏龙昌是毋是住伫遮？啊，恁阿爸甲阿母敢毋伫个？阿母，阿母，有人要找阿兄。什么人啊？歹势，我是招厂的头家，我姓屈啦。阿昌以前就伫我遐做事。哦，啊你是阿昌的头家哦、喔。是啊。啊，啊什么贵事嘞？啊，那那边坐啦，那边坐啦。免啦，免啦。啊，阮头下咧远的，我叫伊来遐叫。哎，小妹啊，我来，你先爸爸等。免啦，我是顺路为遮过，想要知影一下阿昌的消息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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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哎，小妹啊。赶紧泡茶茶，哈，去泡茶，人家饮啊。是安尼啦，我甲阿昌吼斗阵遐尼久，大家就好亲像一家伙仔共款。啊，想要知影伊最近敢有写批转来？无啦，啊，阮阿昌吼已经去半年啊，啊，人伫倒也毋知影，连一张批都拢无写转来。啊，我听人讲吼，即摆进步。足无好诶，啊！我实在吼足烦恼诶。歹势，本来是想讲吼要探听一下阿昌诶消息，颠倒互你伫遐烦恼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听人讲吼无消息就等于是好消息，你做你安心啦，阿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啦，吼。头家啊，你诶人实在是足好诶哦。阮阿将吼，互你照顾啊遐尼久，啊你搁遮尼啊关心伊，啊可以将来赶来，啊实在是真多谢你哦。啊有影，啊我内底啊搁剩淡薄仔菜，无恁若无去盐，啊来我遮食一中昼，吼。哎，唔免啦，我厝内搁有代志，我先转来啊。啊，恁两个较赶紧要创啥？我饭都已经煮好啊，吼。真是免啦，我林刚哦，才过来交了，阿伯先来走，吼。好了，嘿，歹势。好，阿你林刚都一定爱来嘞。好，好啦，好好。老弟啊，嘿，多谢你啦，吼。莫来讲，莫来讲。嘿，啊，阿你顺行吼。好好好。阿你会记得来嘞。好好好。诶。啊，慢慢行吼，啊，较顺利个嘿。好，来去啊。好好好好。
阿婉啊，较紧的啦，车伫楼骹，你等啊啦。来啊！啊，阿公啥哈？我是在帮我落楼骹啦。来来来，咱先来。你叫恁小弟今仔收收，进来找咱。我知啦，已经甲讲过啊。阿娘，我要搬去倒啊？不以为，当然嘛是搬去庄卡，哪要搬去倒？是啊，本人无代无心，不知正什么意思，想袂晓害死人。咱若讲唔走吼，倒一工早都安落落来，卖讲金仔店，连咱的命都叫人收收去。阿娘，我要甲你斗三工无？唔免啦，咱先行，阿婆搁伫楼下等咱呢。现在真乖呢，来来来。还阁袂歹嘛，算真清幽呢。我实在有够好运的，拼到咧要死要活吼，到上尾还是倒去对床脚。你莫安尼想啦，会当拼到上好啊。阿辉，是，把遐油面拢搬落来。啊，你手是断起来哦，袂用去倒搬哦。是头家。阿婉，啊？阿恁小弟嘞，哪会无在嘞？可能是落烟蒂啊啦，应该念得到啊。阿婉，我今仔伊也会提来做走嘛？袂啦，阿都唔是迄款人啦。你上好就袂啊，那你就等恁做去食。袂啦。你无可能反背我，无啦。进来，来，给加一包哈。无信，你哪会吃饭？我本来有心情通吃，你看即马几点？阿中到即马还袂来。我整个家伙都在他的手里，万不然拿他做他走，我不做我去验。不会啦。不会，你就跟人家说不会啦。哪里跟我说，他想到到现在还没来。我。不用，我等下去哪找他，他不然我走了是回去。是安那啦，那阵你喝了一罐。我感觉是感冒，是发烧啊。哎呦，那烧到安尼啦，你敢无食药是？厝内也无药啊。师傅啊，真歹势，无甲你倒搬厝。
安尼，敢会当安心吗？阿忠，店里金仔你敢有收起来？有啊，就是遐。卡细个呢。阿翠啊，刘小姐。OK， 什么代志啊？来倒包子。是啊，你是烦恼我从今仔逃走？不是啦，阿姊相信你。阿姐，好。你真是小人之心。你先休困。我要找医生来替注射。你干啥情啦？这人就是安尼啦，啥拢不爱相信，也不爱替人想看卖，心内有啥物感觉？我咧巴肚还无饭通食，是啥物替我想？无信。我靠！安怎讲？我已经对你恨你侪年啊呢！就算我你袂相信阿忠，你嘛应该相信我才对啊！你袂先把你遐个金仔收起来，才食饭先。俺不是讲好钱拢交予你管，我是收要创啊？哎，拜托。你通去通通的好。去，带信台去边了。算袂准，算袂准。